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回到咱们的餐厅，看好各位。首先，请全场所有的来宾师兄弟们响起今天第一次热烈的掌声，送给我们的老师，祝福他生日快乐。80年的风风雨雨，80载生活沧桑，老人的一生辛苦并没有白费。在他老人家的教育下，在座的所有师兄弟们为咱们的吴斌老师赢得了无上的荣光。在此，主持人代表现场所有的师兄弟，向吴斌老师送上最诚挚的感谢。老师，您辛苦了。好的。现在请现场所有的来宾行抱拳礼，请。这一桌，这一桌。来，好嘞，有请咱们的吴斌老师来到这个位置落座。吴斌老师，看得太关注了。吴斌老师，来你化妆，来咱们坐在这个位置。现在咱们用习武之人的礼仪来向咱们的老师问好。咱们行抱拳礼，我说准备开始，大家说吴斌老师好，行抱拳礼，3、2、1，准备开始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。好的，谢谢各位来宾，请各位来宾抓紧时间到咱们的座位落座，咱们的寿宴现在正式开始。咱们一起，我以小犯上，那个咱们一起，咱们祝吴头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没别的。1、2、3。小辈儿站前面，坐。